来开始，下面没不用拆啊，上面的不用拆啊，就拆背板嘛。要拆的。拆嘛，那就。拆的好。拿下来。我们装饰的。你先拿下来嘛，你就先不管了。 装饰可以不拆，但是别人装不拆嘛。我知道。这个柜子迟早还是要拍一整套视频，只拍一套视频通用的视频，别人都不管。看。 有个这样的扣子，这样的扣子，这样。那拿下来哈，把背板拿起来。有个这样的扣子。嗯。好。来给他们拍，知道了。对，赶快切工程了。我现在在封上。这下面的都可以。封上你拆这个螺丝就行了。嗯。好，再拆，把那个拆掉，拿掉它。 拿不掉啊，就要把线拆掉。我知道，你是做一下动作嘛。嗯。好，拿掉没有？拿不掉啊。嗯。好了，可以了。